母到底有没有利？就看个股表现。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，我是品君，欢迎万通国际的林中祥老师。主持人好，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。今天呢、台股在平盘附近一直震荡来震荡去，这个大盘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，那个股我们应该要怎么观察呢？老师好，首先我们看一下，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想，老师涨到的16000点了，好像没有人要买卖股票。对啊，但是有的个股是活蹦乱跳，有的个股就一条线呢、开盘收盘盘中高低点价差连2块钱都没有啊！你要做啥？所以你要来找我嘛，我找的股票就是会活蹦乱跳，对不对？轻薄短小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讲话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些股票心跳加速。来，各位，今天大盘你看哦，老师啊，最多跌个30-50点，最高涨个30-50点，收盘哎，在这个涨13点。对啊，小小的涨而已。你才13点呢，你找不到股票你就13点了，对不对？各位不是这样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什么股票 ，M3C， 哎，今天开盘差一点创新高，665。啊，老师不得了啦，杀到628，628你不会买，628一买的又给你拉到640、652，啊，各位啊，是不是在震的很？哎，每天价差20-30块，你不要谈，你不会赚，我来教你怎么赚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你看它是不是很有震荡？价差都20-30块，价差哦，会员在这里哦，做的都爽呆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看艾普老师今天没有开高，哎，我一直讲艾普不要开高最好，每次开高就走低，开高就走低啊，今天开低耶，啊，突然旱地拔葱，一涨又是12块钱。老师怎么会这样？老师，我开盘把它卖掉了。你猪八戒 有低你不买，高你又去追。老师，我今天 去追328、329，说不定328、329明天会赚钱的。但是如果你今天318、316没有买，那么人家你不是猪头，对不对？各位是不是会跳？老师，四星今天也是打。达到多少？1300又拉到1300多啊！你看这个是不是会跳？这边有心跳，但是啊，各位，我讲实在话，3035的智元连跳都不会跳，看他引到西狼，赶快，各位连动都不会动啊、老师，像金星科也不跳啊，所以我们在等啊，我们等什么？等他会跳的时候再来做啊。股票每天都有得做嘛，啊，你不会等，对不对？股票就是要等它会跳的时候再来做，跳跳跳跳跳乐，跳跳跳跳跳乐，对不对？不会跳的时候你就看就好了嘛，老师会带你进带你出嘛，对不对？老师啊，一句话，旱地拔葱，从平盘拉了10块钱，你看会不会跳？很会跳。中祥老师的股票就是会跳啊，哎，300多块呢。这个做价差就很好做。300多块，你知道300多块是什么意思？散户你买得起吗？你买10张它也不会动，你买20张它也不会动，这不是有钱人在玩的，难道是穷人在玩的？而且它现在停券，可以一拉拉个10几块呢。老师，你真的你的股票都会跳哎，啊，励志，你看也是一样啊。昨天法人买的成本316，316就给你拉到322，322又给你哎，这也会跳啊。你看有没有跳？有吧，会震荡嘛。会震荡就是的，我们今天在这里，你看全讯盘中还拉到差一点涨停板，对不对？啊，老师很会跳，你就要做这种股票，又有量又会跳，动不动就涨停板，涨停板的涨停板，涨停板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在这里要做这样的股票嘛？啊，我在这里每一档股票我都事先告诉你，你就把这些股票锁到你的这个保险箱里面，每天在看这几只股票就够了嘛。也不要去看什么长荣啦，也不要去看什么智元啦，那种股票看没有用啦，你看了半天眼睛脱汤齁，我告诉你它股票还是这样动。所以选择比努力重要，对不对？各位，选择比努力重要，对不对？你看郁金光可以涨10块，对不对？金星科还不动啊，我们等它动我们就来发。
对，就这么简单嘛。那什么时候知道会动呢？就要锁定老师的，对，老师的节目嘛， 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所以各位在这里，你看老师跟你讲的玉金光，老师跟你讲的励志，今天讲的这个啊、哦，老师跟你讲的爱普会不会动？你看会不会动？嗯，会。早上要死要死，对，一拉就拉13块，对不对？爽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老师，爱普这样会不会来到400、500、600？我不知道。每天看我的节目你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顺利愉快。各位这个注意啊，像我们主持人这样轻薄短小，对不对？比较好拉。对，不要找一个闪电侠一样，我告诉你，你拖他都很累。对啊，轻薄短小，跑得快，跳得高。谢谢。谢谢林老师精彩的分析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，记得叫老师的 Light 跟 Telegram 哦。财经急诊室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你想赚钱吗？订阅理财周刊频道，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，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，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下个富豪就是你了。